小伙子，进不进来呀？磨磨唧唧的。毛孔干净细腻，但剃须反应狂，有护理，但不精致。木质调的兰香，清新寡淡，品味大众，但很平庸。日系家居品牌的混纺 T 恤，追求性价比和舒适度，但精致度不够。指甲的边缘干净平滑，有消毒液的味道，应该是医院的洗手液。从肩部和胸部的肌肉块状来看，体脂率应该在10%到13%左右吧。本来我以为在火锅店那次已经是我俩 CP 极限了，没想到。你可以选择不说话，这么狭小的空间内，你一说话就会引起气流的涌动，吹在我耳边，很不舒服。不小心真这么说